我即马要拍的拳，就是五禽拳。五禽拳是五种动物，是虎拳、霸拳、龙拳、蛇拳，啊甲虎拳。我即马先来拍虎拳。虎拳的动作是要练迄个骨头的定，所以我的骨头会用甲少年人对抗。因也阁挡袂住，吼、哦，就表示讲我七十几岁老人，骨头练好拳练了有定起来，因为骨头若练了定，吼、哦，就是气有入去骨头内底。假定讲运动气若无入去骨头内底，敢若伫即个落肌肉，肌肉啊变拗肥拗肥，亲像迄个佛教的弥勒佛。迄款拗背拗背，迄无功夫，亲像青云，迄款的身材，迄是无功夫。因的气拢标伫脂肪，吼、哦，啊运动脂肪连连甲像迄个健美先生咧，健美先生，吼、哦，足水的，足定的，迄款的，伊毋是咧养生，迄款的是一个健美一边的，毋是养生一边的。要养生呢，即、這个骨。肉爱分会真软球软球，唔是变个一块一块硬壳壳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即摆拍虎拳，虎拳开始要拍，伊有六个动作，一个就是叫做迄个卧虎制药，啊，一个就叫迄个卧虎药方，一个是叫冰虎诶破云，吼、哦。伊拢总有六个动作，我即摆连贯性的都要拍。结果的精髓，你要不赶快？包做五好破鱼，这是好拳的六个动作。